也是我一个分 carry 啊。 然后对面嘴炮，好啊，那里嘴炮要过。 聊天室，我相信一定是各种吹捧啊，这也不用多说啊，太神啦！这个真的，真的。 博队场其实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结局啊！哎，在奈德利玩 AP 啊，可能是 P 5不想玩 AD 啊，就让我们 free win 了一场。 觉得瞬间突然怎么走位那么强？